我爱做空工作，我喜欢它，所以我不断的研讨。我不炒菜我都不舒服的，我不进厨房不舒服的，所以我脱离不了它。我也尝试，有时候会纠结，哎，想脱离它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是做餐饮是最适合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嘉玲娜集团行政总厨钟松立。您在嘉玲娜集团服务了多久？将近30年了。我们当时进酒店是比较难的，是要排期，足足等了有半年。因为我之前是在乡下的，很仰望出来松松看看这个世界。刚进来我就洗了2-3个月的菜，然后才去打荷，然后做了上闸，然后慢慢的去学习人家炒菜啊，那个姿势好帅，所以我就一直跟我师傅说，我说我想学炒菜。那时候就慢慢炒给师傅尝了，师傅说可以了，才慢慢上尾锅，一步一步上的。您觉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具备了一个当总厨的一个能力呢？其实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，在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挑战，这个东西是长期积累，整个团队包括怎么管理日常工作，怎么安排师傅不断的引导，一步一步把经验写好，把团队带好。产品上比如我们有些旧菜新做法，每个总厨他都要有，每个季度必须有一个新菜，最少一个新菜出来，整个团队一起来试，然后来打风。老客户来说，这个就是追求的一个味道，就是菜好不好吃，追求健不健康。请客来到嘉玲娜，他是比较放心的，菜一定会烧得好吃。